海涛今天整个人充满敌意，因为原来他都是看到吴昕的名字跟他的名字连在一起，那最近我们看到韦伯的名字跟吴昕名字连在一起比较多的时候，他就非常的介意。他今天是有惊喜，我觉得没什么，今天我觉得我比韦伯哥我比他腿长。时尚这是高腰裤，以后你看明天大家都是这样，你看你去公园看，你看叔叔大爷都是这么穿的。胡说胡说，这边裤子在这儿呢，你看不见。这吴昕你这么说我倒问一句，我们都没看到，你怎么就看到裤子在这儿呢？是不是？哎，我都漏到这儿了也没注意我呀。